小米粒，好久不见，老同学。老同学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哎，看见没？人家这才叫太阳的后裔呢，你那叫后裔的太阳。啥意思？啥意思啊？就是你被后羿给射下来了，脸先着的地，摔老惨了。老同学还是那么幽默。你还是那么高。你还那么有劲儿，你。老同学。哎，老同学。你说你有。哎呀，好久不见了。累了。特别想。咱俩挺长时间没见面了，是吧？哎，这什么玩意儿是吧？这什么？这谁呀、啊？这是？我帮你介绍的是我家邻居王小倩。王小倩啊，果然够呛。谢夸奖啊，不客气。啊，正式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姓刘，叫刘蠢蠢。啊？你说你叫啥？刘蠢蠢啊？对，他叫刘蠢蠢，这名萌吧？小米粒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身边的朋友能不能聪明点儿？啊，不，这位兄弟，你可能误会了，我的这个蠢是蠢蠢欲动的蠢，他俩是一个蠢。什么？啊！不要在意这些细节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刚才咱聊什么了？刚才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来来来，坐。哎呀。哎，老同学啊，你说上学那会儿就咱俩关系最好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咱俩总在一块玩游戏，总在一块玩。对，那时候哈、啊，我记得你特别爷们儿。对、啊，还是我们你呀、啊，就跟小姑娘，人家都长得老高。哎呀，是。哎，那时候咱俩自愿玩的游戏叫啥来着？过家家吗？对，过家家。过家家。对，那时候啊，你总演爸，我总演妈。对，你演妈。我跟你咱俩还有一个同学，叫什么来着？算不到那个。王强，王强，王强啊！王强。哎呀，咱俩儿子是、啊，大脑瓜子老大了，现在下不来劲儿，一点儿。你俩长得挺像的啊！是不是挺尴尬的？遇上尴尬我不怕，因为我已习惯了。那个兄弟啊，我听小米粒说，你对旅行挺在行的哈。不吹嘘的讲，从技校毕业到现在，我一直都在旅游。那这些年你没干啥正经事儿啊？不是，我本身从事就是导游这个行业，所以一直在旅游。啊，那恭喜你，我现在成为了你的上帝。怎么说呢？成为了你的客户。现在这位上帝想听听你的旅游计划。行啊。那小米粒，我就说说你的旅游计划。说，我为你制定的，那就是豪华泰国7日游，那里水清沙白，那里碧水蓝天，那里的人民很热情，那里的人民好喜欢，尤其是那句萨瓦迪卡，更是脍炙人口。所以说，我们第一站一定要选择泰国的首都，被誉为天使之城的曼谷。哎，曼谷好啊，我就去曼谷。等会儿啊，你说什么谷？曼谷啊，我这人吧，生活节奏比较快，不想去慢的地方咕溜。不是、嗯，我说那曼谷它是个城，那你说什么城市节奏快？农家院啊，上菜可快了。这两个地方没有可比性。怎么就没有可比性呢？你看，你们去曼谷，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看一览无余的原始森林。去农家院可以看一望无际的苞米地，不，去曼谷啊，我可以带你们去看各种的佛教寺院。去农家院可以拜各个就是村头的土地庙。去曼谷啊，我可以带你们去亲自骑骑真正的大象。去农家院，我可以带你去骑猪。不是，你要这么说的话。那我现在此刻，我特别的想做一首诗，啊，
曼谷丛林树围绕，大象猴子少不了，碧海蓝天成一线，你应该叫王小贱。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呢，我也给农家院做首诗啊。青山碧水绿悠悠，微风掠过小河沟，小猪小猪快快跑，蠢蠢马上就到了。不是，兄弟，这是到底谁呀？这是啊！王倩，我不让你多嘴吗？你该回家。我没多嘴呀、啊，这驴友和驴友之间交流，那不让啊。哎，那蠢蠢啊！哎，你不要劝我，我这个人生平啊，我最喜欢跟别人交流。好，我现在就让你看看我的专业。哎，我怕你是咋的？我是管你俩的。说到专业，我先让你看看我的装备。专业户外登山杖，专业户外登山服，专业户外登山裤，专业户外登山靴，专业，这我妈给我买的吧？嘿，我也让你看看农家院春游必备。青花瓷琉璃小火锅，我爷给我买的麻辣味的调料包，我爷给我买的麻酱味的调料包，我爷给我买的海鲜味的调料包，这是我喜欢吃的榴莲味的调料包。榴莲味，哎呀，你还整出榴莲味调料包。我告诉你，泰国就是盛产榴莲的地方。既然你这么说的话，就让你看看泰国人民的热情。这我也会。哎呀，行了，你俩可别跳了，让你俩这么一弄，我都不想去了。现在我知道了，年轻人的旅行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规划，要的就是说走就走，要的就是热情。你们两个跟我一起来，来，我们。小米粒，你选择去哪儿？你选一个。挺好的两个地方，让你们俩整稀碎，我哪儿都不想去了。等会儿，小米粒，你别生气，我不是不让你出国，你看啊，去农家院吧，还便宜，还接地气儿，出国多贵呀。那贵我又没有你花钱呢。哈，说了半天原来是钱的问题啊！瞧不起谁呢？钱不是问题，问题是没钱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兄弟啊，咱俩也算是不打不相识。咋的？握手言和呀？言和，相见有点恨晚呢。是，哎，其实我说实话啊，我为小米粒打造这套计划不贵，5800块钱，而且你关键提我能打折，打多少啊？5700。你信不信我一大嘴巴子踢你个好歹的？不是，你说你这兄弟老是不听我把话说完，我说的这5700啊，是买一赠一。也就是说5700块钱可以去俩人，比方说你俩就可以一块去啊。那我去泰国。哎，是吧？还有名额吗？恭喜你，还剩俩。那啥，我今天没存现金，刷卡行不？我有泡芙。哎，小米粒，我给你报名了。我不用你，你不是快点。王小倩，你说这多你什么呀？我不用我。后悔晚了，就咱俩去泰国。萨瓦迪卡，谢谢你了。不用客气，喂，美女。哎，大姐啊，
哎，你们只有四舅母家了？啊，还有农家院，哎，还能骑猪，哎呀，真好玩！行，我现在马上来啊！我去不了了，我去骑猪了。小美丽，小美丽，你咱让猪给你拱了。那个兄弟啊，你看啊，刚才这卡吧是这么刷的，钱进去了。哎，我要这么刷的话，钱是不是能回来？你试试。好像不好使。再见。不用送。泰国豪华七日游，能看热带森林，能骑大象，原价5700，现价5100，有趣的没？撒巴地咔！有趣的没？住手！快点回来！你都上一边的去吧都。喂，爷爷啊，你搁哪儿呢？在泰国呢。你先别回来，孙子，再请你玩7天。